我跟你讲，这个好吃。我们还在不确定是不是他的时候，就很确定的是他。就有人跟你说，你有看员工证吗？看你吃，好好吃哦。好买吗？好吃。当然。OK， 久违的好事多开箱又来了，哇！这是我们哎，怎么今天有鼓掌？对啊，我们今天有 BGM， 是这样。今天呢，又是我们这个每个月的 Costco 开箱，但是我们这一次隔了三个月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样哦，我们有我们的回购，还有一些新品。那首先，我们的习惯会先开什么？吃的。屁的，我们什么时候会先开吃的？是饿了吧？是回购啊！我们其实会先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冷冻的啦，就是要冰的，先把它拿进去冰。等一下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我们第一个买到的这个是默默很喜欢，回购的哦，冷冻韩式泡菜起司炒饭，撕开袋子，然后直接放进微波炉，两分钟出来就可以吃了啦。懒人专用。对，而且它是真的好吃、哦，而且它是 BB狗6-6429。再过来是这个 Apple Pie， 冷冻苹果派春。然后里面还有焦糖酱，感觉就很赞哦。一盒里面有32路，469元。另外一个要冰的这个是香乳蛋白丁，我之前其实就蛮想买的，它是食安牧场的，而且它就是其实冷的也可以吃，我喜欢这种包装，你想吃的时候随时开起来吃，尤其晚上半夜的时候吃这个比较不会胖。香乳蛋白很像豆干的质感呢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很香哎、欸，有乳净那个味道。嗯，有六部，一共是329元，五十几一包，它保存期间很短。嗯，这个东西可以。好，蛋白已经吃过了啊、哦，接下来是我们很常买，也不用特别讲解，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，就是卡拉木。卡拉木就是要吃这么大包才爽啊！169真的很划算，除了爽还是爽。另外呢，布布的 Doritos， 它的最爱饼干，145块。然后另外一个很常我们会买的东西，气泡水35罐，649。你想要喝饮料，但是你又怕胖，这个可以救你一命。再过来毛巾盒，浴巾用久了是要换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其实很常买 Costco 的浴巾、啊、我们之前也都是用这个、嗯、这个是还蛮吸水，而且它有不同颜色，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颜色。669，三条669、哦、然后呢，这个洗衣胶囊，这个还蛮多人喜欢用，一粒超强极净，这里面有106颗啊，多少钱告诉大家？没有到最便宜，但是去好事多就是都会买。我个人也是不喜欢大罐用倒的干嘛。然后说到洗衣服，另外一个洗是什么？橘子工坊，它有抑菌除臭净化，但是你的洗衣机用久还是要找专业的来清。这橘子工坊的产品也是非常棒啊，洗碗巾、吸收乳那些，他们家的味道通常闻起来都不会感觉太化学，就是都是清爽清爽系。这个16路是549元。再过来这个也是默默比较常回购的卫生棉，要用到更年期啊，16片乘以8包，359块而已耶。接下来是零食，哎呦，开吃了，忽然就出现了。对，有一个零食是特别为我们的观众准备，当当，脆双菇、杏鲍菇加袖珍菇，这是他最爱。哎、欸，这个量算多吗？很多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是菇的样子，哎，你看，因为它是菇啊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吃，但我猜有的人会不喜欢，因为它是甜咸甜咸的，可是它的味道没有很重。这个口感还蛮特别的、欸、对啊，有点像饼干但又不像哦，它一定菇味很重，这样你很烧焦是吗？对。我的鼻子，再跟大家讲一次，我的嗅觉跟我的味觉目前脑袋那个部分正在大乱，所以我不管闻什么吃什么都是有烧焦的味道。这个脆双菇399。好，吃完了菇菇我们就要吃下一个，这个必思可，这个是牛奶跟草莓口味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哇哇，各位有够多啊，200片399。天哪，超可爱的哎，里面一个有5片、啊、它是里面有夹心，对，很焦，超级焦，这个草莓会超浓 ，Toki 的那种味道，啊、好吃哎，投给草莓的举手，3票，投给原味的举手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开箱的是乐高，我们刚刚拿的时候是最后一个，我们推的时候大家说哇塞，旁边的所有人都围过来看，它会动哦，喂喂。大家
这3756片。那这个就大家自己去美西他们的频道看了啊。好，那下一个，噠噠，布布的睡衣，最近他特别喜欢 Marvel， 而且他都会看这个蜘蛛人，这个335块，他的尺寸是分4680、1024，然后年龄啊还有身高大家就自己看。还有这个，欸，你买这个是电动牙刷刷头 Oray 8露899，他一个可以撸多久？正常他会说3个月或是6个月，对，两个人可以，没有，我没有用电动，你可以刷鞋子。然后下一个，这不代表我们本台立场哦。然后再过来这个，好像最近很多网友很推荐的沐浴乳，为什么 ？AD。曼秀雷敦，它比较温和清洁，同时还可以舒缓肌肤敏弱不适，就是它是一个功效型的沐浴乳。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我好奇。baby 很清淡的，对，它是有经过皮肤科测试啊，就是比较温和，不会刺激，就对于一些皮肤比较敏感，怕太刺激太烈就可以使用。然后这个是785块，你是不知道谁买的？对，是我买的，他买的，啊，我完全就是看包装，从1890年就开始做的饼干，你看它看起来。很好吃耶，上面还有那个脆脆的感觉，哎，嗯，它蛮有层次的，外面脆脆的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酥酥的，这个很推耶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我觉得口感也不错。36片多少钱？319，哇，一片不用10块。再过来就是这个了，不得了，这个是一颗行动电源哦，但是它很符合现在这个天气，它是暖暖包行动电源，到比较冷的地方，比如说你要去北海道啊，去哪里，你就可以带着它。然后你摸摸看，它已经有点开始冷，开始冷了，它已经失去理智，开始热了啦。之后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测一下它到底可以用多久。我觉得没电会比较可怕，因为手机会没得充，你还要带一个带着充电器，充电器为了保暖。OK。479元，充电的量呢？6000，就6000。我们接下来有三个东西是我觉得比较酷的，一个就是这个明太子鲑鱼松。其实这个我觉得配饭很方便，咸吗？蛮咸的，但我可以想象它配饭的蛮好吃的。哎，欸，很下饭，真的哦。粥，对，我觉得你会爱，欸，因为它是辣的，有微微辣辣，就是明太子的味道。对，2罐359块。哎，欸，这很推，因为我喜欢这个辣。对，再过来这个，好像听说最近也很红，在讨论要不要买的时候，两个妈妈这样走过去说：“哎，欸，哎，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好吃。”我们还在不确定是不是他的时候，就还确定是他。跟你说，你有看员工证吗？他可能是5目29510包，包20。29.5块，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，跟另外几个一起。再过来，最后本日的重点，到底今天有多爱泰式？哦，量很满耶，太酷了吧！它的外壳是硬的，我刚还以为是嫩狗。嗯，泰奶的口味。很甜，很甜的，很甜。我觉得四个人一起分是可以的。那，嗯，你说一个家庭自己要在两天内吃掉，是不是有点太累？太困难。那要看他喜不喜欢吃甜食啊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这个，我最爱的，好吃，有点辣辣的，所以很香。主要是它真的很方便，你就丢进微波炉，2分50秒、欸，搞定。它还有气，嗯。哦，香哦，嗯，好，再过来，我们要来吃吃看这个面面汤，好喝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嗯，哎，欸，好浓哦，哇，你这个爱东江的，味道可以哎，只是面面煮太久了，可以，我可以吃完，真的，这很容易吃完哎，看你吃，好好吃哦，好买吗？哇，这个酸度很好哎，好吃，汤也很浓哎，嗯。两个只能选一个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再过来了，苹果派春卷，没有，它是可以气炸6到8分钟、嗯，我刚刚抓中间7分钟、嗯，所以你们觉得6分钟好还是8分钟好？皮可以再脆一点，基本上200度8分钟，脆一点会更好吃。但苹果馅很像麦当劳的苹果馅。嗯，好的，吃完了，我们先讲出心中一个必买，两个黑鼠菇，好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他最爱，没办法，第二个是这个东阳，可以重复，我的就是卫生棉啊，卫生棉加东阳哦，对啊，那怎么样你呢？当然是那个腊鱼松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士力架喽，哎，你要买，我呢，我是会推荐这个，哦，那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，我的第二名是这个了，不论原味草莓我都蛮喜欢吃，那小朋友都喜欢吃，大概就以上这几。
样啊。大家如果去的话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棒。好，那久违的这个 Costco 开箱就到这边啦。大家还有没有推荐哪些我们没有买到现在流行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，把这影片分享出去，给你身边也喜欢去 Costco 买东西的朋友，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美西太太他们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会让大家觉得，呜，这是什么？然后他就会问你，哎，你这在哪里买的？哦，我在丹麦转机的时候买的。这我跟你讲，这个答案在我身上不成立，但在你身上是成立的。按你们的非法是有可能的。他是刚好想完今天花轮，还说我在哪里转机买的呀？花轮有没有？花轮不都这样耶？是。